It's the saddest day in Hong Kong history. It confirms one country, one system. 中共人大宣布28号将通过香港版国安法，被认为一国两制死亡。中共选择时机，除了趁着各国忙着应付病毒疫情，学者认为还可能是中共对付台湾频频受挫。更粗暴的，我直接帮你香港立法，我透过全国人大帮你立法，你也不用立法的，立法会变成像橡皮图章，就是要展现粗暴，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看，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或许没办法，香港问题是完全可以掌控的。而国外的力量虽然在香港设有领事馆，可是你们也不能做什么事。范世平表示，中共长期就企图干预香港最高民意机构立法会，包括几次透过中共人大所谓解释香港法律来干预。评论员文章认为，这是香港开埠百多年来最黑暗的时刻，可能变得跟大陆一样。美国总统川普表态会强烈反应，也许是现在的一线亮光。这个人大版的香港23条实施以后，那个送中条例和所有类似的恶法都会回来啊，因为你反对他的所有示威集会都会被打成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政府啊。反正党媒早就给那些示威者贴上了什么港独分子的标签，所有的民主党派你不拥护中央的都会被打成和境外政治团体相勾结啊，你危害国家安全，不能作为候选人参选了。中共滥炒，中共滥炒，再无两制。香港股市大泻1300多点，外界估计国安法一旦实施，重击法治与自由港地位，也加速外资和人才离开香港。自由或者是香港自己本身的那个地位受到严重的剥夺，一国两制大概走入历史，这些东西都大概都在预期。这会不会影响就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领域，它在其他所引咎的一些结果？我觉得这部分是现在还在观察的东西。学者陈文甲在国策院的座谈会预估，中共在两会之后政情诡谲，企图力保在变中维稳。不过是内外情势险峻呢，冲击老共原有的规划。然后第二个呢是六稳呢，老共在推六稳极度不稳，然后六保接着推六保也难以确保。新唐亚太电视池千里、曾新敏、张东旭，台湾台北报道。